一毛多一根，一毛多一根。这款香薰艾条呢，今天呢，老弟就卖一毛多一根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啊，一旦发出就会得罪很多同行。同行呢，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哥姐们啊，不要再去拍别家 9.9 给咱发50根的香薰艾条了。现在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啊，咱直接挂一张2块钱的优惠券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7.9啊，给咱发50根香薰艾条，并且呢送2个小底座。咱家这款香薰艾条呢，它是纯植物制作的啊，点燃之后呢，散发出淡淡的艾香味，成分温和不刺鼻，像咱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都可以放心使用。而且呢，它是一款4季艾条，不单单光是夏天可以用啊，咱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是可以用的，就单单这50根啊，就够咱用好长时间了。像咱家里的厨房、卧室、卫生间、客厅啊，隔三差五呢都可以去一熏，温和不刺鼻，特别好用。而且呢，它还是不挑人和场合的啊，咱室内室外都是可以用的。关键呢，今天的价格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，9.9不要，8.8不花，直接给咱卷到了7.9，给咱发50根香薰艾条，并且呢送2个小底座啊。厂家控价之后，老弟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，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。如果是7.9给咱包邮50根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